就喊左岸站。哎，对。左岸站走到了马来西亚。走吧，办事转转。不回家了。走吧，多往前走走，咱们赢了。再往前再走走，再往前少走走。再走走这个。再走走。这个。哦、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今天给姥姥剪一下头发。来，交给他洗。你瞧，那老着，那老有八十七了，还有点毛衣，比我这还好。嗯。要多的毛衣压涨啊。那老正岁活了一百岁了。啊，那老人心态好，脾气好。你弄锤了，那个底下锤给你锤。中，你下了，下多少嘞？不动。不用一直骂了，好笑，要不我给弄个衣领找找吧。我年轻人十岁，我就给弄个衣领瞧瞧，是吧？哎呦妈，我瞧了就不放心。是不是你们大？中的嘛。没人让吃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是不是好笑？这意思还大点儿。不是啊，因为蚂蚁你瞧了呀，蚂蚁。把你买个站了瞧了大小用用儿。嗯，这都得说这就是说现在说就是在说面上在这块说立书吧不在地儿吧。在这草莓可真不是啥野生肥料。嗯，这买了的时候还是我觉得。你这个人买给你。不用条件我就能吃，为什么买给我了？俺娘还不叫我吃饱了。不一定哈。今儿好长，有啥有啥？多长？想看你淘气，咱俩不是吃吧？不算了。哎呦，俺老是在这儿。你家人你是不是有头发有什么？干净呀，我咋这么干净？你这就出来了？刷了，真刷。刷不刷？哎呀，瞧个表情就知道刷不刷。再吃吧哈。不吃了。让吃说话就让吃豆米吧。中啊！嗯，要不给你吃点儿吧，咱也吃点儿。你给吃了。